一个是国家安全，一个是选举制度。中央在对这些问题上是十分慎重的。经过了深入的研究，全面的分析，过程中间包括管法，包括这一次的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这个过程中间，深入论证和研究过程中间，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，包括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意见，而且是反复听。